大家好，这次来介绍下我在家会做哪些运动。那么开始吧。Nice. TRX 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，很方便。弹力带辅助运动、拉力绳、腿部开背运动。TRX 可以固定在门上，可以做各种有氧运动，还可以用来做平板撑。就这样固定在门上，可以开始运动了，好开心。弹力带这样固定住辅助用的。拉力绳除了可以做腿部运动，还可以这样拆开，这样就可以做开背运动了。平时坐在沙发上，我还会用这两种工具进行锻炼，瘦手臂后背都很有效果。接下来Just Dance 2021，每次玩好游戏都会爆汗。那么我去跳舞啦，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拜拜。